个人拍成来风。突然可感染好了命强格好好表呀。这个表现都很好。又是忙碌的一天啊，我们家每天都是打打闹闹，一会儿这个哭一会儿那个哭。今天整体还是表现不错的。本来要说好明天又要去口腔医院又要补牙，然后好不幸有幼儿园又表演啊，所以特别想让我去。临时决定啊，就只好明天下午再去医院了。一定要人正手有啊。这个是本地人，因祖上当年做官时与王夫人的父亲相认，吃八辈子哈，冰冻了。嗯，很多。贪王家的权势。你想吃牢房，你可想吃？因为你是要给你摆的鸡蛋，你可想吃？妈妈给你做饭做的早，不一样吃到了。但是毛白都嫩，这个皮好像嫩了。咱手头不带，你咋个看见我了？走吧。走吧。哎呦，这两人在一起了呗？主要不是急着去幼儿园表演了吧？不去正常去。不是，我一叫你来，提醒还不迟到了。不讲迟到了哈，平常要外头好像在路上感冒。老师不讲迟到。没事，到学校我就给你吵了哈，正听老师的会儿。老师的会儿就是神智。来了小姐姐，你说都快嘛叫的？没事，昨晚喝到一种。过年了。表演的真不错啊！能不能穿着？嗯，不冷。买了红本儿，桃红本儿。哼，还有糖果，还。哎，就是拿来吃，让他尝一下。高兴不高兴？最靓的在。嗯。啊。来来来，尝一下。回来可把这糖果分给哥哥吃哈。黄姐被用来学了，来送你个惊喜！哇塞，这棒棒糖逛入阿江去了，就逛棒棒糖逛入阿江去了，谢谢。来不来？我来吃饭了。哟，这个世上都新娃了呗，嘿。快来吃了，开发开发。谢谢生活，谢谢生活。哥哥还送你个大红包，哇！记得有计划。有吧？家里有什么惊喜？广告纸，嗨。